怎么在这里？想要，把解药先给我拿过来。我可是大夫，经常给女子看病，你真当我不敢？你来啊，你来，我就大汗费力把人都给你招来。解药不在我身上，需要去密室调制。你先把行医手册给我，我便将解药给你。你还想骗我？好痛！为什么我头这么痛？你不是说读三日之后才会发吗？你这个骗子！还好只是惊惧过度，激活攻心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不赢了吧？你还不能死，你的身子还有用。亏我还以为你转性了，原来是我追又蒙了心，是吧？你自己清醒别人，关我什么事儿？